小草，海之味。小龙汤包，南翔小龙汤包。Okay, we're in the Flushing food court, Chinatown food court. Tiana, 这么多好吃的，已经帮我拿。这么好多好吃的东西哦，哇，又便宜，你看才6块多，真是超便宜。我们现在在潮州卤鸭，阿中卤味，哇，超好吃的样子哦，什么都有，还有大肠包小肠哦，台南肉粽哦，醉鸡哦，我的天啊，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这样我不会忘记啊，老板，我再设一次，我们是德州来的，哇，真棒啊，啊、哦。不要太辛苦哦，老板，明天见哦。好，哇，真是棒，真是棒。还有砂锅，要不要看看是什么东西？上海小吃。对，只是照一下。刚刚吃啊。我们哪有吃？刚刚不是吃这家？我说很像啊。哦，还有早点，早上8:30到下午。那还有小那个吗？明天有跟呢，你们不吃哦。都可以啊，吃完再来吃这个啊，没关系。但它到下午3点，我们中午也可以吃早餐了。有开啊，有开宵夜，那我们要不去？要啊，当然要呗。在若也看到超级再饿我都要塞呀、啊，再饿都要塞哈，再饱都要塞。我们现在快要回到 hotel 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去 hotel 之前要 make a quick stop for 我们的 stinky tofu。没关系。
还开吗？好，这是蚵仔煎，这个是臭豆腐，这个是快被我们吃完的猪血糕，那这是我们 Angela 安琪拉小姐，然后我们的 Sara 小姐正在忙着跟她的小孩讲话 ，Maybe I don't know， 然后这是我的猪血糕。我要开始吃了哈，那拜拜。哦，他在切。